天气越来越热，尤其森林里面树高草密，简直就像热烘烘的大蒸笼似的。住在森林旁边的小镜头实在热得受不了啦，于是决定到海边去过暑假。没想到海边的阳光更是强烈，小镜头坐在礁石上被晒得头昏眼花的，真想跳进清凉的海水里面痛痛快快地游个泳。可是什么呀，小镜头想游泳就往海水里跳嘛，跳啊跳啊。可是我不会游泳哎，如果跳进海水中不正好淹死了？哦，原来如此啊，好吧，我再如阿弟给你小镜头一个小小建议。什么建议啊阿弟，你说嘛。哎，小镜头啊，你还记不记得海麒麟啊？海麒麟，哦，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一只模样有点像海参的软体动物嘛。对了，哎，海麒麟不是曾经偷偷告诉你一套入海口诀吗？哎，那确实是秘密，你怎么会知道呢？呵呵，我阿弟神通广大嘛。哎，闲话少说，告诉你哦，你只要把入海口诀小声念三遍，就可以海面海底到处逛啦。啊，就这么简单啊？入海口诀真的有用吗？只念三遍效力够啊？哎呦，不要东想西想啦，你试试看就知道了嘛。嗯，这样吧，我阿弟就好锣做到底，先跳进海里给你做接应吧，随后就来哦。小镜头在淡罗阿弟的鼓励下，一边小声念着入海口诀，一边慢慢地潜入海中。哇，入海口诀真的有用哎！小镜头不但没有淹死，而且能够跟小鱼儿一起游泳呢。小镜头，我阿弟在这儿呢，你快点过来啊，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哎呦，这个有张大嘴巴的家伙是谁呀？哼，我的大名叫做车渠贝，请不要乱叫我什么家伙，不然小心我一发脾气用你上下两片贝壳把你夹成小镜头肉饼哦。哟，这位车渠贝大哥好凶哦。呵呵，这哪算凶啊，海里面比车渠贝凶恶的动物可多着呢，有些啊还佩戴着含有毒性的武器哦。哇，我最怕毒了，我又不认识他们，万一碰上了我小镜头可不糟糕透顶啊。嗯，这倒是真的，我看这样吧，我阿弟反正好锣做到底，就再辛苦一点，带你小镜头去认识几种有毒的海洋动物吧。啊，那太好了，我们这就走吧。小朋友，这会儿小淡罗阿弟就要带着小镜头去认识一些大海里面的有毒动物咯。这些有毒的海洋动物啊，可是厉害得很哦。如果一不小心被他们咬了一口或是刺了一下，那可是很危险的呢，搞不好连小命都会丢掉呢。所以我们最好跟着去看看，小朋友最好把这些海中杀手的模样记清楚哦，下回到海边游玩的时候才可以老远看到他们，赶紧躲开，免得被他们欺负呢。
对了，小镜头，你要睁大眼睛仔细瞧瞧哦。知道了，陈姐姐，快跟着我和阿弟来吧。哎，小镜头啊，你说话小声一点行不行啊？你瞧，那些珊瑚虫发现我们了，都朝我们挥动触手呢。那好哎，他们在跟我们打招呼，表示友善嘛。非也非也，非友善也。他们是想引诱我们过去，然后用触手上的小胡子对我们释放麻醉剂呢。哎呦，那我小镜头和你阿弟不就糊里糊涂成为珊瑚虫的食物了？非也非也，你太多心了。其实啊，我们小小的珊瑚虫对像你小镜头这样大的动物并不会造成伤害哦，我们是真心对你表示友善呢。那么您对小淡罗阿弟也一样友善咯？非也非也，我们对淡罗有吃的兴趣。可是小镜头啊，别可是了，快走吧，难道你希望看见我变成珊瑚虫的食物啊？小淡罗阿弟带着小镜头匆匆忙忙地离开珊瑚花园，走着走着遇见一只小丑鱼游过他们身边，并且热情地向他们打招呼呢。哎呀，瞧瞧你们走路走得多辛苦啊，不如到我家去坐坐休息一下再走吗？好啊好啊，谢谢你啦。眼见小镜头紧跟着小丑鱼往海葵丛里游过去，可把小淡罗阿弟急坏啦，也顾不得礼貌了，就大声嚷嚷起来。喂，小镜头啊，他是小丑鱼哎，大家去不得耶，快点往前游了，小心海葵给你打住针啊。海葵也有毒吗？不会吧，你看小丑鱼不但没有被毒分，而且在海葵的怀抱里还觉得挺快活的嘛。哎呦，这你就不懂了，小丑鱼是海葵的管家耶，他要负责打扫房间，还要时常迎接小鱼虾上门给海葵做食物呢。哟，小丑鱼的工作这么重要啊，难怪海葵舍不得给他打毒针呢。呵呵，我海葵啊也舍不得给你小镜头打毒针哦，因为啊你的个子实在太大了，我可舍不得把大量的毒汁用在你一个人身上啊。这么说你不会对付我们咯？哎呀，我吃不下小镜头，只好不对付他咯。至于你小淡罗，我可没说要放过你耶。哇，赶快走哦。小淡罗阿弟向前冲了好几步路才放心地喘口气，他抬起头来看见一只海鹿正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大口吃着海藻，阿弟正想悄悄地躲开，不料小镜头却向海鹿打起招呼来了。喂，你是谁啊？你在吃什么啊？我是一只海鹿，我在吃海藻啊。小镜头啊，海鹿正忙着呢，我们走了吧。阿弟，你急什么啊？海鹿的样子很可爱嘛，而且它吃素哎，我想走过去跟它好好聊聊呢。千万不可，小镜头，哎，我说实话吧，海鹿有毒哎，还是跟它保持距离比较好哦。哎呀，我还巴不得你们跟我保持距离呢，不然我又得费事的释放臭蛋了，味道很难闻哦。不过它的毒性啊，却算是最温和的呢。小朋友，海鹿说的没错哦，这种没有外壳的软体动物啊，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往往会分泌一种有毒的紫色液体来保护自己呢。味道虽然很难闻，
但是毒性跟其他有毒的海洋动物比较起来却温和多了呢。小朋友，现在啊，我们就继续跟着小淡罗阿弟去认识一些独立惊人的海中杀手吧。哦，对了，小镜头啊，从现在开始你的行动要更加小心咯。知道啦，陈姐姐，这一会儿啊，我当自己是去探险呢。哟，刚说完探险就遇上危险啦。危险我没看到哎，在哪儿啊？喏，他就躲在前面的沙里呢。哦，这个美丽的小贝壳就是你所说的危险呐、我去把它捡起来仔细查查。哎，千万不要去碰它。为什么啊？因为这种玉螺嘴里齿舌的毒性很强哎，如果不小心被它咬一口，那你就惨啦。不会怎么样呢？哎呦，伤口好痛哦，而且啊，头晕晕的，嘴里很干，呼吸很困难，全身就像被火烧一样，难受极了。阿弟呀、听你说的这么详细，肯定被玉螺咬过。呸，那我早就死翘翘了。哦，原来被玉螺咬到必死啊，那我可要把这种三角形外壳的漂亮海贝给认清楚记清楚哦。趁着玉螺在沙里睡午觉，小淡罗阿弟赶紧带着小镜头悄悄走开，没想到走不多远就遇见一只章鱼拦在路上，这可糟了，整条路被它的八只腕足占得满满的，想走过去还非得跟它打个商量呢。哎，章鱼大哥，请你高抬贵手，让我跟小镜头过去吧。行啊，不过啊，我看小镜头长得挺可爱的，首先让我抱抱他，亲亲他，我才让你们过去。行啊，倒是一桩。哎，不行，小镜头啊，不知道章鱼的厉害，他那八只腕足上全是吸力很强的吸盘呢，一抱住你啊，就紧缠不放呢。那我就全身裸游，难道抱不住吗？哎呦，没用的啦！还有他那对像鹦鹉嘴一样的硬钩嘴，不但锐利，而且有毒哎！他只要轻轻咬你一口，你就呜呜哀哉啦！啊，这怎么办？哎，有了！啊，章鱼大哥，我这就过来让你抱抱亲亲。不过我得了重感冒，你别介意哦。怎么，你感冒了？对呀，很严重哦，我正要去打针呢。哇，我最怕打针了，哎，你可别把感冒传染给我啊！哎，你们赶快过去吧。小镜头用巧计过了章鱼关，他跟小淡罗阿弟又继续向前走。走着走着，忽然看见一条花不溜丢的绳子在前面的水里飘啊飘的。哦，不得了啦，赶快躲啊。原来你就是牙齿很毒很毒的海蛇啊，如果被你咬一口，我和阿弟就死定了，请你放过我们吧。我为什么要咬你们啊？其实啊，我们海蛇脾气很好，从来不主动攻击别人呢，你们不用怕我们嘛。谢谢，阿弟可以走啦。经过一番观察之后，我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别让这些有毒动物咬到你就没关系啦。小镜头，其实有更多有毒的海洋动物，它们是在鱼鳍或是身体表面暗藏毒刺哦，然后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用他的秘密武器刺你一下，于是毒液就从伤口流进你的体内啦。中毒的后果啊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必须事先做好防范，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接近那些海中杀手。
当然咯，那就必须对他们认识得很清楚啦。这样啊，我们又得麻烦小淡罗阿弟来做我们的向导啦。有毒刺的海洋动物应该很多，可是今天怎么一个也没碰到呢？哎，前面来了一只海星，你去跟它打听打听吧。喂，海星老兄，你的邻居朋友里面谁的身上有毒刺啊？哦，毒刺啊，我们海星家族里面有位籍贯海星，又浑身长毒刺哎。不过啊，他今天不在家。哎，空了一个空。阿弟，别泄气嘛，你瞧，前面就游来一位身上佩戴毒刀的怪兽先生呢。警告你啊，别叫我怪头先生，否则我天狗出皮雕可要把尾柄上佩戴的毒刺射到你身上哦。哎呦，射啊射啊，小镜头，你让他射嘛，我就不相信他那两对毒刺会射得出来。哟，这只矮啪啪的家伙又是谁啊？什么矮啪啪的家伙啊，再没礼貌，小心我风雨甩动尾巴，用尾巴上的毒刺刺得你嘎嘎叫。哼，身上长了几根毒刺就这么得意啊。那请你们各位欣赏一下我狮子鱼，背鳍、胸鳍、腹鳍和尾鳍上全是有毒的长刺呢。好可惜哦，狮子鱼的模样真美丽耶，又长了一身毒刺，让人不敢接近。哼，毒刺算什么啊？碰到好吃的人们，还不是拔掉它的毒刺，照样把它给吃了。如果人们碰到的是我刺河豚，他们可就惨咯。你瞧瞧，我这一身毒刺，怎么拔也拔不完，而且啊，我的肉也有毒呢。哇，这个厉害，肉也有毒，刺也有毒，谁敢碰它呀？哈，我魔鬼还敢，就敢碰它哦。我这一身毒刺啊，可比刺河豚身上毒刺长多了。哇，真像魔鬼一样可怕耶。请问海胆大哥，你长了这一身长刺怎么走路啊？简单啦，我就是利用这些长刺像踩高跷一样走路吗？如果身上没有些硬刺，我才真的无法行动啊。我今天真是开了眼界了。是啊，现在天也晚了，我们该回岸上各自回家吃晚饭了吧。阿弟，今天真谢谢你了，你既热心又勇敢，竟然陪着我在大海里跟许多有毒动物打交道呢。现在想想我才觉得害怕，下回也许不敢咯。对呀，小淡罗阿弟和小镜头在海里寻找有毒动物的行为的确很危险哦。不过倒帮了我们小朋友一个大忙，让小朋友有机会认识这些海中杀手，以后如果在海边遇见了他们，就不会因为乱碰他们而中毒啦。其实除了一些有毒牙和毒刺的动物之外，还有一些有毒的海洋动物跟刺河豚一样，是内脏或肉有毒呢，所以吃海产的时候最好也要事先弄清楚哦。小朋友，暑假期间台湾省立博物馆的有毒生物展可以提供大家许多有毒生物的知识哦。
小朋友如果有空的话，不妨去参观一下。好啦，今天的儿童天地要跟小朋友们说再见咯，记得下星期四下午5点准时收看儿童天地哦。